怎么了？是不合你口味吗？这米怎么这么硬啊？是想把我的牙割掉吗？是碧华做的不够好，他这也是头一回做，你可千万担待啊。我说什么了吗？我这不是担待着呢吗？碧华，你快去厨房重新给老太太再煮一碗。还重新煮啊？那得熬够火候。妈，您放心吧，这回一定。那不得到中午了？为了这碗粥，我还不吃中午饭了吗？那算了吧，我也不指望你们金家这个破落户调教出来的二小姐能为我煮出什么顺口的粥。妈，您千万别生气，碧华以后会注意的。老太太，您的粥我能给您送进来吗？啊，进来吧。你是谁呀？怎么会在我家里？回老太太的话，我叫白薇，是二少奶奶给小少爷请的家庭教师。那你教展元什么？我帮小少爷补习英语。嗯。啊。那您先慢慢吃，我就先出去了。别走。白小姐，想必这碗粥是你给我烧的吧？